本东京巨蛋演唱会的 TWICE 26日启程回韩国，然而在准备返国接受 PCR 检测时，成员 SANA 意外验出阳性反应，确诊新冠肺炎。所属经纪公司 JYP 娱乐在晚间发表官方声明，表示 TWICE 为了返回仁川机场而进行检测，验出的结果 SANA 为阳性，而其余8位成员目前都是阴性。公司强调 SANA 在4月16日抵达日本后，一直到隔离的20日之间，总共验过2次 PCR， 皆呈现阴性。在准备演唱会过程中，全部成员也都每天接受快筛，演唱会3天全都为阴性。如今确诊消息传出，不但让粉丝担心他的健康，也有许多人担心演唱会期间他在台上全程没戴口罩演出，其他成员不知道会不会也被感染。台下粉丝虽然有戴口罩，但依然还是有感染危机，只希望T-BOT和粉丝们都健康啊。